天黑了，什么叫都这么黑了？哒哒哒哒哒哒。你们上线挺快的呀。我看你们上线挺快的。绝对是铁粉。看主播穿了多多大围巾裹上。主播今天去做指甲了，刚做完指甲。好看吗？做了一个纯色红色的指甲，嘴尖裹的比较多，天冷怕那个感冒了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！主播现在准备去健身的地方健身。这颜色还挺好看的，在镜头里边看，就是这种深红色。因为很多时候美甲师会推荐一些什么款式啊什么的。可是还是觉得纯色最好看，比较百搭。因为主播经常穿那种中国风啊，一些比较稍微古典点的衣服，所以还觉得纯色好搭一点。我就特别不喜欢在指甲上那种镶各种钻石，那种钻亮亮的东西容易勾东西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，没有点关注的赶紧点一个。穿这一身怎么健身啊？肯定不是啊，得穿运动服啊，穿球鞋啊。这是属于怎么说呢，登山鞋吧。今天搭的是这种浅色的牛仔裤。刚做完指甲，
哒哒哒哒。橱窗的东西都是新的，有模特款的啊，在那个先大家先加粉丝牌，加了粉丝牌进那粉丝群，大家先加个粉丝牌啊，不要问东问西的，一会儿给主播那个断播了，不售卖东西啊，所以你们说话注意点行不行，说话能不能注意点，前方红绿灯路口请直行，所有车道均可通行，添加粉丝牌，加了粉丝牌进粉丝群，小伙伴们，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，你在哪里？进来小伙伴们，没有加粉丝牌加粉丝牌，讨厌这种红光，
小伙伴们，没有加粉丝牌的赶紧加粉丝牌。
进来小伙伴们，要加粉丝牌，加粉丝牌。今天不卖东西啊，等回头那个主播上了小店以后。狂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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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狂
添加粉丝牌，加了粉丝牌就有粉丝群。今天刚做完指甲，所以没有戴手套。我们这已经说话了，加主播粉丝牌了吗？路上堵车呢。下播以后再看，再回复，这会儿没时间。今天帽子跟衣服是颜色是一个色系。说话加主播的粉丝牌了吗？
加了主播粉丝团可以进主播的粉丝群。今天刚刚做完指甲，没戴手套。现在没挂。
就是我，就是你的天蓬大女帅，漂亮的妹，借我一点爱，哥哥卖我才能看出来，对着月亮唱一句我今生最爱的女孩，我就是我，就是你的天蓬大女帅，这样的好男人一人爱，什么男欢女爱，现实的女孩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别跟我说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，主播下线了啊。